厂区带来关心是在北部的韩粉基地现场。事实上，在刚刚11点钟一到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在北部的韩粉基地外头就摆上了这么一只完整的烤乳猪出现，就是为了要庆祝韩国瑜在这一次的民调初选结果出现，也因此呢要免费赠送有500份的烤乳猪。韩粉在兴奋之余，也赶快冲出去来超市。我们赶快看一下现场最新情形。香乳猪，我准备要起跑，香味都到了这边来了。马上轮到了韩国瑜造势现场，他都有到场，这一次也特别选择在台北的韩粉基地来跟着其他韩粉一起来看直播的结果。也因此我们刚刚可以看到11点一到知道结果之后，大家都是非常的情绪激动，另外还可以顺便享受到这些免费发送要来庆祝韩国瑜准备前进2020的一些香香口福。可以看到不管只是这个烤乳猪以外，还有爱玉柠檬，甚至有毛豆，在今天都出现在了北部的韩粉。接着我们为你掌握到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还给棚内主播。